实践大学庄千惠，是我们接下来要参与培训的同学哦。那你的大名是？洪义婷。来自哪间学校？我来自江南药理大学。江南药理大学，哎，所以你们三个都不同学校啊？哦，来，最后一位主任，然后坐在你面前哈、哦。我来自政修科大，我叫黄冠伟。政修科大黄冠伟，我们谢谢三位同学，那也恭喜他们今天早上，其实呢，虽然刚那一场输了，但是他们早上呢过关斩将，打了好几场，达到冠军赛了。对于叫做 QAQ 是不是 ？OK， 好，我们待会呢最后面还是会让我们的处长呢来颁发奖状给我们这三位同学，那我们先请三位同学回座喽。今天现场呢，除了我们学员。